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是由全国的24个医师工会，全国有42000名医生，那我们每天要接触100万个病人，哦，那这样一对一的疫病沟通跟教育传播，我个人是觉得蛮有限，哦，所以我们希望跟产业，我们跟凯博公司合作，哦，他们提供资讯数位平台，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云端数位汇流的一个整合平台，那由我们全国医师工会的医师42000名有机会可以来直接面对民众，来跟民众沟通重要的健康议题，甚至谈到如何健康促进，那如何养生，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到全球，只要他利用手机电脑也都可以直接吸收到我们全国医师工会所提供的卫生教育，那我想这个蛮重要，教导民众如何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这个可以除了节省我们的健保资源以外，那更重要的如何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活得健康快乐是我们的目标。